我在看书，背上有一头竹。好，时间到，接下来我们有请沙哥先跟我们最后一位老师来传递一下。又一天，话说又一天，我在看书，突然发现外边有一头猪，这头猪正在看书，那不是我吗？看书呢？我猪看书，不是，这头猪正在看叔叔，看叔叔。当了个当，当了个当。我认为好像是这样，一个同志在看书，高粱地里来了个猪。啥？高粱地里来了个猪？嗯，高粱地里来了个猪。哦，猪在吃高粱。猪在吃高粱。啊，猪在吃高粱。哦，给翻译了一下。我说您听懂了啊。好，那我们首先请裁判展示一下蓝队的题目。妈呀，我太好奇了，我跟你说。俺看见一头猪，在叔叔地里问叔叔。我说的真的很标准。那看见一头猪，在叔叔地里拱叔叔。哎，我看见一头猪，我说的很准啊。咱们队不是这个。好，那有请雨琦。我有一个叔，在高粱地里看叔。鼠里有个猪，反正就离不开猪了，是吧？反正肯定是一个猪一个鼠嘛，对。你的一个叔叔，对，在高粱地里看书，看书。嗯，这时候来了一只猪，啊嗯、这都能分析出这么多，准。有请裁判展示一下。我去看书。发生了什么？只对了一个字。我们这个太难了。我去看看书。豆很闯，卡住了后背轮。豆很闯，卡住了后背轮。路很滑，叫豆很闯。豆很闯，摔到了后脑勺，叫后背轮。那我们这个，他们好像略胜一筹，我感觉。几筹？老师，原来你的排汗系统在这儿啊。不要为难老师。没有，他两个都有，两个，胡着。哎，好。那掌声鼓励蓝队，然后我们红队要接受一个当地农作物的惩罚。啥呢？这是惩罚？大葱，葱来了。葱来了。真是啊，山东大葱。好吃好吃，这真是好吃。他们也真假，吃了一顿的锅底，完了在那好吃。你再说我就站你边上。对，你站，我又不是酱，你站我干啥？